4月12日，戚薇现身机场。当天，她头戴白色棒球帽和黑色墨镜，身穿白色打底的长袖裙短，身穿白色打底的长袖裙款外套。这款服装可能还是雨衣。感觉戚薇的穿搭还是蛮个性的。最惹眼的还是戚薇手中拿着一个玉米，也不知道玉米是生的还是熟的。戚薇还全程都拿着这个玉米，也没有将玉米交给助理手中。戚薇的皮肤真的很白，尤其穿上这件亮度特别高的白底外套，依然白到发光。黑色的裸靴和白皙的腿部形成强烈视觉对比，诱惑力十足。近日，戚薇和李承铉亮相机场，本来以为是甜蜜同框之类的，结果没想到亮点全部在戚薇身上。戚薇的风衣没什么问题，重点是在头部，估计是戚薇洗头不久，披头散发的就出现了。戚薇估计是嫌头发不够立体，自己还专门绑了一个头带，运动风和时尚风的混搭，这也就算了，重点在于戚薇的脸。天啊，这是抹了多少的粉，皮肤像白漆一样白，最后加上一个闪闪的墨镜，走出来真的是有够吓人。